are the Pinza Choir, the recorder QA, but just now performed by our members. Now we are continuing to bring everyone different forms of performances. Hope you will like it. Wings and fly apart, keep your wings and fly apart.中学合唱团，今天我们受台中捷运的邀请来到这边高铁台中站为大家做演唱。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来到高铁台中站做演出，但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在市政府那边做圣诞节的开场典礼，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也能再次受邀到这边来，希望明年也可以继续到这边来。这是我们明道合唱团来到这边做快闪演出，大约总共是35个人，十几位男生，二十几位女生。我们大约在表演前的一个月就开始了练习，午休的时候、早休的时候，包括放学后都留下来在学校练习。这一次的演出看到非常多观众停下脚步为我们鼓掌以及喝彩，这是一个难忘的回忆。感谢台中捷运邀请我们来这边进行快闪演出。今天主要过来是为了送上2023年的新年祝福，那在这边祝大家2023新年快乐。最后，我们将送上2023的新年祝福，祝大家新年快乐！